最近一直跑台湾，其实都是因为四个月前的这天。这天跟平常一样，一如往常的在工作室工作。什么？让我动嘴。Thank you。剪片、开会、嘴炮、耍废。这里跟泰国一样热。小嘴，刚刚从泰国破水节玩完回来，黑到。我这真的很白了，一回来过后，哇，真的黑很多呢。萨瓦迪卡，我们到底是多佛心的老板，给这个员工放假？没有这件事哦，我跟你讲，从现在开始我要 lock leave 了。lock leave 啊？你看，五月有三个人请假。是五月有三个人请假。Sorry， 不能请。不要这样，很重要，真的。我从一月我就要拿五月的假，真的。我补这个，我礼拜五回来这个，这个。这天刚好有两个人请假没来。我咖啡为什么还没有来呀？不来。不是哦，现在天气。很热，我妈也是打一朵，发神经。你妈还在发神经干嘛？很严重啊，弄这么严重啊，很热啊。有马桶我可以怎样？你可以做什么？很热。哎，小林浩，你去泼水节没有遇到 DJ 说的？他是本哥，我要补给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我老哎，如果遇到的话，我。等，没有。又如往常一样的。饭啊，饿啊！来到了每个马来西亚人都很头痛的问题。又是两杯，每次这样吃饭。这是每个马来西亚人到中午都会面临的问题。又是这个时间，我老又是这个问题。什么？吃面啦，吃面啦。又不能，天天晚上吃一样的东西。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？台湾的小吃啊，食物啊，是用台湾风味那种，应该那种咸酥鸡、卤肉饭啊。咸酥鸡卤肉饭不错。我今天实在没有什么胃口，因为从几个星期前起就很想要吃有台湾味道的食物。哦，那个有三杯鸡那个煎。刹车哦，大佬！是，你们而家好刹车哦。OK， 我决定了，你哋出去食，打包俾我。哇啦！我以为你跟着出去吃诶、欸。我是最讨厌这样子的人了，好吧？我要咸酥鸡跟卤肉饭，饮料就随便了，看他看有什么就包什么。OK， 开干。就这样。Yakult Lemon， 长得蛮像台湾的便当。耶，卤肉饭，咸酥鸡。不错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包回来的关系，卤汁似乎干掉了。卤蛋的蛋黄加上干掉的卤肉。如果没有饮料的话，真的有一点难咽下去。真的想要马上飞台湾。不过能在马来西亚吃到台湾的味道，还是很爽。可是坐回座位时，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不踏实感。我说不上来，我到底想要吃到台湾的什么？可恶，是凤梨酥吗？但是这种时候，去哪里找凤梨酥啊？问你们一下 ，KL 这边附近有哪里有卖凤梨酥之类的零食吗？那种台湾零食，台湾味道的。你去上网买啊，在那个买货端那边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买货，你要买中那折货就去买货端那啊。它是一个网站来的，是卖很多东西的。
塞，这网站卖很多东西啊。本名是凤梨酥。我们平时吃的是什么啊？原味。我是太阳饼。这次大概就是买了这样多的东西。哎，谁爷哦？哎，哎呀，哎，进来了。这应该大部分观众都还不知道你们是谁，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个自己自我介绍。他自己的，对啊，不然介绍吗？我介绍啊，是你介绍了没？不要。你们要不要自己介绍？嗨，我是伟尧。他已经开始了。No。有。大家好，我又加嚟。你们要介绍，然后讲你们是干嘛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伟尧，是拍摄，不是色情的色。对。从头来过 ，OK。我真烂了。好冷啊。我们从那边开始，这个是伟尧，伟尧是我们这边的 DP， 就是负责掌镜的那位。彤彤的 MV 在操控 camera 的就是他。哇！梦幻，这个频道很早期的时候，伟尧就已经有出现过了。哦，还有那个老司机跟周刷拍的那个伟尧也是有在，很早很早之前。还有我不懂，好像是我的10,000 subscriber 的时候的 Q&A， 面粉，反正他都有在，可是他有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我就忘记了。然后他是到之后在外面走投无路啊，才终于投靠在那边。要玩了吗？还没要玩了吗？要玩要早点跟我讲，你懂吗？这是 Ivan 是那个节目的制作人 producer， 那最主要就是做一些节目企划跟编排的部分。应该更多人会对他比较有印象，是因为 Ivan 在我们身边蛮久一段时间的。如果大家对彤彤的其中一支影片有印象，就是我演小孩子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玩不是种小时候的玩具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之后就是以 Ivan 的形象一直在出现的，就是这也是你的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那剩下是我的。嗯，整包也是我的。我们从这样上面上去。白色衣服这位叫 Aaron， 这位是小 Aaron，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 Aaron。小 Aaron 是我们这边目前的影灯，因为。最年轻，他以前在台�湾读 business 读了4年，回来不要做 business， 然后要来拍片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来这边打影灯的话，可以 email 一下的这个 email address。我们收不多影灯，真的很看人收。小编号是走后门进来的。大家比较有印象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他演翻版的我。然后凯明浩最主要是在这边做剪接，然后还有嘎胶的部分。把他嘴巴给封起来。再到 Ice， 是我们这边的剪接师。他刚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到不行，然后很慢热的一个女孩子。哎，你进来多久啊？九个月哦，九个月之后他已经彻底被融化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完全被安乐了。这是我的。主要是什么？然后那五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刚超新说唱的。大 Aaron 帅，多了。大 Aaron 也是节目企划，然后还有就是 Art 部分 ，MV 的那个美术就是小明、大 Aaron 跟 Ice 负责的。然后再来到张勋，我们这边全部人当中最体弱多病的一位。最容易生病的就是他。
张勋第一次出现应该就是那只吃 ice cream 的那只，他吃了那十只 ice cream 之后，他就只有。正常来讲，谁会吃十只三的锅？之后还会有两位新的成员进来，我也会放两个在那边找位置，差两个还没有安到的两位。我们要从哪开始吃哎？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芋头哎。没有很奶耶，是我吸的时候很重的奶味，没有吸起来是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就有点是没有味道，是味道，没有奶味。哦，后面来啊。哦哦，奶味我不行。嗯、后面来。它是后面没有，你要再吃进去一点。对，好吧。我这边有乌龙茶，真的。哇，我很喜欢它的那个这个对这个罐。哦，它是酱啊，哇，很香哎。这个非常简单，很容易泡啊，就拿杯拿热水，然后放进去。就泡了一架啊！哇，爽啊！原味凤梨酥。哇！哇！哇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可以喝整杯茶。这个杯很香，香哎，很香，凤梨味。一起吃吗？哇，我真的很喜欢凤梨酥哎，它不会很浓哎，它甜度刚刚好，真的它不会很甜，真的是，就像我们要黏饼要黄黏饼啊，是，才是甜，是这种可以，就是它的奶味很重，这可以买，这可以，这个只能可以，它包装很好看，哎，还是凤梨酥。我平时吃的都是刚刚我们吃的那个，这个我没有吃过，哎，味道跟刚刚不一样哦。这个好像那个午餐肉，午餐肉，有点差太远了吧？雕薄有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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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来，有没有午餐肉？有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有午餐肉味道。这个跟刚刚不一样哎，这个味道更加没有那么重。我个人比较喜欢上一个，因为我比较重口味。对对对，看口味，不过是好吃的。嗯，口感是有的。这是花生，我自己本身蛮喜欢的。哇，还有辣椒在里面的。对，但是它不辣。那麻辣的味道好浓啊，味道。哦，哇，是不是干锅的味道？干锅对我来讲是辣的，但这个就是爽。辣的。我觉得你一个人吃完整包就会觉得辣。后面来呀。它后劲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我没有自己没有试过，但是通常有虾的东西应该差不到哪里去。味道。哇。有味道吗？是真的虾哎。哇，还原度很高哎，对，还原度很高。是啊，哦，哈哈，对，很神奇哎，它是真的想到它咬下去像饼干这样哎，很虾米的味道哎，它的味道很像那个绿藻哎，是绿藻本人，是，哦，绿藻那种青色的东西，是虾，对对对，它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蒜的，哇 ，this is good 啦 ，garlic 味。咖喱变饼干呢？哎，这个，哇，哦，哪一个锅？这个是拌面。这个要处理啊？你要看主题。啊，这样陈家彤处理。我来来来，我来啊来啊，面来啊。哦耶！耶！不要再总是错，还不是因为都是你宠着我。其实台湾的辣椒粉不辣啦，哦，它有一点点像蜜生道，但是又不完全像，有一点点胡椒味，就是麻吧，对，麻椒味。全部都不光都吃椒，我们先看伟瑶的第一反应先，伟瑶是不会吃辣的，所以看他吃就知道辣不辣了。大家吃下那口，噔噔噔不辣。这样就怎么不辣？回来，头几秒不酸的。哇！你一吸翻盘没有？哇，这位可以接受，就是把这个花生的味道放进面。不忍啊！你是什么？哎，真的很像那个麻辣花生的味道。就我吹。哇哦！我觉得要加一点东西，这样才能吃。哇，这个好有台湾味哦，我很喜欢这个。本来这边是一个味的，就是拿掉点。本来这边是一个味来的。哇，这好
吃的。以台湾的程度来说是辣咯，这个有嗨哦，好嗨、哦。哇，这个我之前有什么我刚才没有吃到的？那咖喱是最爽的，它咖喱好吃。一颗颗这样吃，真的，真的好吃香。你多吃咖喱，原来它咖喱是脆。哇。剩下两包都是芒果干，我们先来 try 真正的芒果干。还有芒果。哇。哇。好甜啊，这是辣芒果哎，我没有吃过哎。哇，这是芒果吗？果的味道是？这是芒果吗？哦，它这个味道是什么？用腌制啊。腌制啊。有谁要？有谁要吃来？啊！它是苏打饼啊，它有一个淡淡的香味的苏打饼，也是好吃。这个我 OK 哦，这个我喜欢。有点像芝士啊，对对对，它是芝士的，嗯，很适合当下午茶。嗯，刚我们吃过所有的伴手礼里面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拌面一定会有，拌面花生，拌面苏打饼，拌面苏打饼花生，花生都是麻，都是麻辣。我是拌面那个虾，还有凤梨酥。你喜欢第一个那个凤梨酥吧？嗯，我喜欢第一个原味凤梨酥。吃完的话，大致上是这样子啊。你大早吃这么饱？是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买货 .net 去看，他们上面有卖很多各种各样的台湾伴手礼啊，然后有卖很多各种各样的很多东西，女性用品也有。女性用品是？是情趣用品，女性日常用品。如果有人跟我一样很喜欢台湾的零食的话，也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买，他们是直接送来马来西亚，全球直送。影片到这里结束。要不要我帮你讲？这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面点个赞，并分享。想要跟我说我们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们。那是已经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，别忘记点点订阅，旁边就是小铃铛。那是已经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，别忘记点。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也别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裤子们，裤子们，我们下期见！百万订阅，超啦！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马来西亚人，但是很喜欢台湾，很想念台湾的美食和所有一切的人事物。想要吃台湾味道的零食，或者想要买任何跟台湾有关的物品的话，可以到买货 .net 下单，他们会直接帮你送来马来西亚。